8月7日 ，SM Station 在官方媒体上上传视频并配文字 ：“Station 零 ，Who is next？ 谁是下一组主人公的预告？”视频中共有四位女生的动画形象，其中就包括信飞在夜打歌时期的动画剪影，引发粉丝强烈期待。根据视频粉丝们猜测，这四位分别是 Red Velvet 江瑟琪、Girlfriend 黄恩菲、金晴夏和孩子们组合全昭妍。四位风格各异的女生组成全新的组合，这个组合好让人期待呀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